会走到这边来啊？有没有搞错？有没有记错啊？这旁边有一片那个山壁，不晓得是不是？哇，还好大一片哦。对啊。哎，那是不是济公？哎，济公显灵，快点，赶快拍，赶快拍！哎，是不是香港摄影师？你们看到？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有的。哎，你有拍到吗？请问赶快跪下来拍。对对对。动啊，应该是人。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奇怪，刚刚有看到啊。那是佛像吗？可是佛像怎么会动？我确定它有动。你们有有看到它在动吗？有。香港摄影师，你有看到对不对？我看到它在动啊。哎，我们赶快去看看，怎么不见了？快点快点，赶快去看看去看。哦，有喜欢的天。哎，刚不是在那吗？刚刚不是就在那棵树上吗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哈哈，他从上面摔下来。哎，如果是真的是济公行人，不能下放尊重人。气癫嘛，喜欢喝酒啊，喝了酒就疯疯癫癫的，难怪会从上面摔下来。不行，这样啊，没礼貌。济公显灵，哎，放尊重一点。假的？真的啊。赶快过去拜一下，济公，对啊，没有注意到上面有字，济公真的显灵哎，是他引导我们来这里。嗯，啊，他在哪里呀？不见了，他又不见了，去哪找他？这整片山壁都是字哎，会不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宝贝石？哎呀，先去把济公找到再说啊。对啊，他在那边，哪边？走走走，快下去。济公只剩下衣服。金蝉脱壳，看一下，怎么人不见了？东西都留下来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怎么办？现在只剩下这个。其实他的字哦，这个墙壁的字刻得蛮艺术的。问题是济公啊！要小心什么东西！杀了我们？谁弄的？阿伯，你查一下天条位哪里知影无？敢是无？你两个查两条向我？还骂我们呢？啊！你地顶头做啥？遐做事工。做事？遮有啥物事头好做？阿伯，你有看到一个红红点点的济公无？有诶。有。赶快上去找去。我怕刀。嗯，就管呢。啊对啦，阿伯，你头拄仔你讲你有看到迄红红点点的迄济公，啊你伫倒啊？对啊，迄就是我啊。啊，你是他？你无代志穿迄济公的衫创啥？心色啊。心色？啊？啊你伫咧创啥？咧刻字啊。哈，阿伯，这拢是你刻的哦。嘿啊。你敢有读过册？无啊，怎么可能？啊，恁无读册，哪会捌字呀？嗯，啊，都甭刻啊，哪刻，哪想哪刻啊。这一大片山崖峭壁上的字，全部都是陈瑞光阿伯无师自通，花了将近6年的时间，一笔一画慢慢敲出来的成绩。望着这如同鬼斧神工的作品，实在无法想象它是如何完成的。不过你哪想讲叠只壳较危险？袂啊，这太危险。无危险，我拄啊，我即摆都惊死啊！阿伯，这差不多有5层楼啊高呢，真正是真危险。
你是博士命的、啊。哎呦，啊是安怎？你敢会使？你敢会使带阮去刻？你敢会使刻？会喏。小心！阿伯，啊你放阮两个地址啊。哇，这阿伯真是要修了，叫我们这样下去。你卖个话，就肯丢的啊！可以吗？你要抓稳哦。抓两个人，你抓几个人？好好好，不能放啊！天哪！等一下，你不会真的要这样吧？放了吗？阿金妈吓死我了！放了吗？我要正面，不然我会撞到。你要看好方向。喂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？好棒！等一下，要穿进了。放，等一下。是挖进的哈，让他进去是吧？放，就紧嘞。啊！你够巧，丢人哦！我丢人丢这嘞！往后一点，身体往后一点。救命！阿伯，我来啊！哦。我！啊！我记得，我给他放，我要打打打。啊！好恐怖啊！阿伯。我脚好软哦，我连屁股都软。再放，放快一点吧。别在那这边当猴子啊！猴子，啊，佛祖哦。老赵，要让我一转。万苦利用刺激的溜龙离开岩壁后，为了体验峭壁刻字，又再度爬上另一个更高、几乎垂直的岩壁上。峭壁刻字还没着落，竟然就先学会了飞檐走壁。可是，一路上危机重重，一不小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。我们能全身而退吗？穿上装备，总算心安了一些。但是，望着将近六层楼的高度，才有的勇气又全消失了，别冲动，还是待在这里看情况再说吧。对，阿伯呢？下去，他已经下去了。他没有绑哎，这绳子很危险。他好像很怡然自得，自己在那边磕这个东西。你会觉得？我觉得这是他天生的本领。你当初是哪有想讲要来为这边吼刻这字啦？老的学囝字，总那好理解嘛。阿伯，你刻的时阵先画、先写，写在顶头才刻。唔免的。唔免拿书来看。阿伯，你有没有刻过脏话在上面？有啊。我刻过台南的、高雄的脏话。我说什么台南、高雄？害我想说，害我想说他怎么可能磕了一张啊？阿伯好可爱哦。原本因为怕高的因素，只想待在上面好好欣赏阿伯峭壁刻字的功夫，没想到给三分颜色，他竟然就开启染房，不但悠闲地躺在峭壁上嘻嘻哈哈，更过分的竟然还喝起酒来。面对阿伯挑衅的行为，实在忍无可忍。冒着生命危险，一定要和他较量较量。我们现在要体验阿伯刻字的感觉。
哦，我觉得要刻一个字还真不容易，要这个样子刻。阿贝，不要那个，这怎么刻那么硬？这样顶啊那个，我没有写的好了，你会受伤哎。悬挂在六层楼高的峭壁上，踩在只有几公分宽的平台中，这个几乎悬空的状态下，阿贝竟然还能怡然自得刻出这么好的作品，我们甘拜下风，阿贝臭屁有理。可是这片峭壁和宝贝石到底有什么关联呢？阿贝，嗯，阮这个来家吼是要找一个迄宝贝石啦。嗯，啊，听讲吼，那查某囡仔吼碰到迄宝贝石啊，就会生查甫，啊，你敢有？有啊。阿贝说他有宝贝石。对啊，那我们要不要去看？我们去看宝贝石。好啊。我们今晚带过去好不好？哎呀。行啊。哦。好痛哦！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再下去没关系。我来，再来，我再走。对，再来，再来，哎，再来。OK， 好，好，这样吧。好。哎，你我克服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的腰好酸哦，不行。对呀、啊。哦嗯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嗯，台北来的，台北来，新店来了。他们要到家里坐坐。啊，你们告诉人家我们住哪里？嗯，哎呀，我们到家里坐坐，好奇怪哦。小姐，你好，来主持啊。你好，嗯，好。哦，啊，这是我们隔壁少年家啦，还没娶某啊。啊。男生怎么都怪怪的？一路上都是男生叫我们去他们家坐，很奇怪。叫我去他们家坐，坐一坐啊。听到姐姐姐啊，就是也不知道是热情还是没有这种感觉，好像看到女生。对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在军营里面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拍手拍手！阿伯，将来弄查甫，查甫囡啊。嗯。哇，这真呢。哦，阿伯。嗯。这刚你写的。有啊。骗啦！你喂。有。这些字画是利用树皮写成的。至于为什么是彩色，因为是独门秘技，我们旁敲侧击下，阿贝还是坚持不肯透露。喜欢书法的 Z 公贝在写字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虽然没念过什么书，凭着兴趣将各种素材变成写字的工具，无论是纸张或是坚硬的石壁，都能将作品完美的呈现。峭壁上的书法家坚持活出自我，但是他说的宝贝石究竟藏在哪里呢？阿贝，嗯，为什么他有鱼缸，可是他没有养鱼啊？水族箱，对，养氧气，养氧气，嗯，干嘛养氧气？啊！好不好意思，尴尬，好像哦。那个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大鸡的真的有够新，而且还很多只。你们要不要看？要不要看？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好大，还四只，你马上拜托哎。嗯，哎，请问，你看，原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宝贝宝贝石像，哦，阿贝，嗯，够厉害呀、啊，这，我呀，顺便再顺便写下，那你看完之后，你还宝贝啊？啊？所以你讲，啊，你说这是谁的宝贝？啊，我四兄弟的。你们说你们有四兄弟呀、啊欸？他们真的都是男生哎、欸，所以证明啊，那个摸到那个宝贝石就一定包身男生。啊，你问这，可以不会那么高三五个查甫？
啊，面顶遐嘛生四个，拢查甫。真正啊？对面也是一样，对面也是一样。哎，阮遮拢厝顶嘛。怪不得哦，难怪我们走进来的时候，全部几乎路上拢是查甫的扮猪，而且看我们的眼光，阳气很重了。阳气很重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讲这是恁四个兄弟，啊，恁老爸嘞？哦，我爸爸都在那里，哦，最大。哇，阿伯，好神奇耶！这个宝贝石。好像，原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宝贝石。不过这也是他们家的宝贝石啊。对啊，这都是你的宝贝啊。啊，你们如果有买的，我带你们去过一个更大。还有更大的？对对对。比这个更大，可以捡得到。好啊。在哪里哦？在这里。好，我带你们。好，走走走。今天阿哥有那种状况很好捡。哎，我带着这款，这款鱼啊。这哦。哎，这款大的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二哥，大哥。哇，你不是跟我四个兄弟啊？加一个。有啊，阮三哥弟张华。哦，没有回来。哎哎哎，你们好。啊，阮阮三个弟住啊呢。哦，哎，真的，你们从你跳石头，啊，你要来去无？哦，我跟恁来好啦。第一，第二，啊，我哦，到处招待人客。哦，啊，恁敢有结婚啊？拢啊未，拢啊未。都还没结婚哦。哦，阿伯嘛是生查甫的啦。会啦会啦，这都好好好，在我地里都无生查甫的。行，赶紧来一个亲戚啊！好，行行行。再见。家里家伙，我传来看宝贝已经到啊。哦。哎哎哎。啊是有偌大啦？吼，真正大。你讲的安尼。走台行，走台行。这不是亏。亏。亏只宝贝啊。在哪里呀？阮只宝贝。没看到啊。伫只。啊！哦，真正袂歹，有够大只，真的好大一只。对呀，后盖既然要生查甫，天母，这头发茫茫的。这个是天然形成的吗？纯粹就是天然的。亲手触摸梦寐以求的宝贝时，却是让人脸红心跳，尴尬不已。至于他是否具有包身男的神力？却不给予任何的评论。虽然这个小村落里生男孩的几率比较大，而且拥有许多状似男性生殖器的宝贝石，但是与其穿凿附会，何不相信这是个上天安排的巧合，